然后我们这个参数设置好了以后，参数设置好了以后，提升机也打开了，是吧？然后我们这个配方也选择好了，那我们就直接工作就行了。你看，脚踏开，下掉后脚踩一下就行了，脚踩，它自动下料。你看，现在204克，气量会有多哦？那我们这里有个微调，我们微调把这个脉冲数稍微减掉一点，稍微减掉一点，你看这个数值就下来了。